是人与人，人与自然紧密相连，照亮人类的梦想与希望。为了人类文明的更加美好的未来，水泥以崭新的形象来到我们的身边，以稳健的经营和领先的技术，领导着水泥产业发展的韩一水泥，以人为本的企业韩一水泥，以全球化优秀企业为目标，不断走向世界，走向未来。别人不愿走的路，但又必须有人要走的路。韩一水泥40多年来始终如一的专注于水泥生产领域，成立于1961年的韩一水泥，现已拥有715万吨年生产能力，成长为大韩民国代表性的水泥生产企业。今天的韩一水泥生产着50多种水泥制品，通过快速连接全国客户的先进流通网络和业界最优秀的研究开发系统，积极参与世界市场的竞争。大韩民国最优秀的水泥企业韩一水泥的声望绝不是一天形成的，是以顾客满意为目标，怀着信赖与真诚不断努力的结果。拥有40年传统和专有技术的水泥产品，韩国第一个指定型预拌混凝土系统，领导大韩民国建筑新文化新概念建筑材料 Limiter， 领先一步的售后服务系统和质量管理系统，在实业界获得最高评价的韩一水泥，永远以顾客为中心，为顾客提供最优秀的产品和服务。韩一水泥永远与顾客站在一起，谋求与顾客共同发展。环境是我们的未来，孩子们是未来的主人公。韩一水泥为了美好的明天，坚持以环境保护为本的经营，围绕整个工厂的大规模集成设施，优于国家标准的严格的大气污染管理，燃烧废弃物的无公害水泥生产设备，还有韩一水泥的员工们建设花园式工厂的努力与决心。韩一水泥通过将人与技术以及对未来的责任感相结合，一步一步地实现着亲环境的经营。一个好的公司会帮助人们一起实现梦想，把人视为企业之核心的以人为本的经营理念，是韩一水泥自创业以来一直坚持的价值和经营哲学。以新的观念和热情，向未来发出挑战的专家集团韩一水泥，韩一水泥的全体员工，为了实现公司、个人、社会所期待的梦想而不断努力。透明、正直、公开的经营制度，共享信息与感受的内部沟通系统，
最高水平的教育福利制度，通过有德财团开展企业利润的社会还原活动，韩一水泥将成为实现所有人梦想的好的企业。竞争的二十一世纪，在新的经营环境中，韩一水泥正脱胎换骨，重新诞生，实现知识经营的尖端信息化系统，国内最高水平的新技术开发，最高品质和以顾客为中心的专业精神等，韩一水泥正在不断成长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未来型企业。韩一水泥与国内顶尖的综合建筑公司韩一建设，以及在知识产业和娱乐产业等领域占据重要地位的集团所属公司一道，不断努力创造的多样化的社会价值。在韩一水泥的前面，是需要挑战和开拓的崭新的未来。通过以人为本的企业精神和透明正直的经营活动，韩一水泥创造着更清洁的环境和更美好的世界。为了实现人与社会以及所有人的梦想，韩一水泥的挑战将永远继续下去。